这顶光会不会？这个光好怪、啊。这顶光会不会有点？顶光关了吗？这屋还有别的灯啊，等一下啊。那个灯也就关不了，灯开着，把这个灯，其他灯开着。你衣服系好一点。衣服干嘛？不系好更好。大家就是想看。还行吧，这光还可以吧。除了菜顶，别的还行。嗯，好。Hello。Excuse me。能听见吗？能听见吗？能听见吗？哎，好像都听不见啊。可能啊，这个光可能有点怪异，就我去，差点把我砸死。好，先这样吧。来，请进。好，我们接着来吧。要不您先弄头发。行。头发今天戴放大。稍微离近点吧，看不着，没戴眼镜。眼睛还好吧，眼睛还是有点红，也有点发炎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倒是不难受。没事没事，都能看清。像不像那个有一个动漫叫做《火影忍者》？火影忍者里面有个写轮眼，真的很红。谢谢谢谢，说我的眼睛真的很红。哟，老司机来了。睡了，我今天睡挺久的，但是就发炎了嘛，就右眼比左眼稍微严重点，但左眼就还好，然后右眼就能看出来，不过没关系，一点也不疼啊，也不痒啊，只是有一点点红，时间长多滴点药水就好了。我又再滴药水，不卡吧？卡不卡？我眼镜呢？我看不清。我先把我眼镜戴上，不然我只能往前趴着看。好的，谢谢。嗯，哟，都能看见了。哎，这花怎么这个位置正好？宇哥，你别弄衣服，我没弄啊，我穿的挺好的呀。看我们后边入镜的小齐老师，别闹。哎，对，你上次在我直播的时候，你发什么啊？你看见了啊？我以为你没看见了。我是我当时没看见，我后来看见了。你什么时候直播？我去给你点赞。我不要，我才不播呢。太丑。日本，我以为是姐姐，什么？什么日本？我以为是姐姐。
哎，就到这里啊，今天这个就不能再往下了，以后有机会的啊。别一天天就会说一个字儿拖拖拖，是不是？那不叫拖，那叫乐队。说好的腹肌啊，说好的腹肌在这儿呢，不给你看。对呀、啊，没事，眼睛红一点点而已。我戴上这个眼镜是不是就不明显了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眼镜已经陪我度过了很久了。我是一个比较勤俭节约的人。这个镜片已经划的，等哪天，报废了我再换。看得出来，你哪里看得出来啊？有吗？眼镜脸都比我大，哎，要不是眼镜比我脸大。哎，我昨天还开的数据那个，我昨天还开的流量语音直播呢，没事，吹你，吹你，我大点声，很有文艺范儿是吧？你们晚饭吃了吗？嗯，没吃呢。赶紧吃吧，马上六点了，太晚吃不好消化。晚上要跑步还好，不跑步的话不长肉吗？哦，对了，昨天说那什么，我昨天说没说完那笑话，今天要补上嘛，对吧？那我就先把那个笑话讲完。还有人记得我上次讲到哪里了吗？肯定有好多人忘了。对，我上次讲的呢，就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不止一个朋友聊天，他发的那个就是一个括号里边，然后要不就是害羞，要不就是捂脸啊，要不就是什么开心啊高兴啊之类的。然后我当时看着，我就以为这个是现在是新式玩法，应该就是现在微信更新之后的表情包，但是我并没有更新，所以没有，我看到的全是这么显示的。我就说啊，原来大家都这么玩。然后我也这么发，只不过我不知道那是表情包嘛，我就把那个括号也打好，然后把里面的字也打好，发过去。人家说你发的这是什么呀？然后我说这不括号，然后里边我当时我忘了我打的是什么，也许也可能是可爱，也可能是好奇什么的。然后他说这个没有这个表情啊，他说你这个是现在的新玩法吗？我当时就比较纳闷，我说这不你打的吗？后来他告诉我说这个是表情，我现在还没更新，他们现在好多人给我发表情，还是要不就是什么捂脸，要不就是害羞。就说实话比较羞，我发的好像是淘气，我记得好像是淘气。那你发的这是什么？这还没更新呢，我特别懒。其实处女座嘛，处女座的话有好多强迫症啊。我的强迫症可能就愿意，我以前愿意走那个马路牙子，就是一条一条直道的那个马路牙子。但是小的时候平衡感还不太好，走走就会掉下来。但是我还特别愿意走。但是我对微信啊，什么就手机里面的各种软件啊，上面有的消息啊，我从来不清楚。这种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多人强迫症应该受不了。强迫症就分强迫症嘛，有的强迫症能受了，有的强迫症就受不了。有说，哎呦，这头发是个性啊！对，我从来不删消息。
然后有的时候之前的手机内存不是特别大的时候，一直留到满，然后才会说哎呀，那我删一点点吧，然后把没用的再删掉，结果过一段时间又满。其实好多时候人跟人是很像的啊，还谢谢提醒我，有的时候我一直要开。陈萌萌是谁？嗯，哦，没看见，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，这发型帅气，这是我的。我今晚就这发型了，你要说帅气我就这发型了，看大家同意不？啊，鹏哥呀，他不在拍戏吗？鹏总，大鹏总拍戏，天天在微信朋友圈发。哎呦，啊！我说你们说什么呢？彭总送，彭总在这看直播呢，还刷礼物。彭总，你老司机啊，你发这个，呵呵，不要这么多台车，谢谢。我还说呢，我说他也在直播吗？老司机翻车了。好，感谢彭总，感谢彭总送这么多车。谢谢你为公益事业的付出，到时候这些都会捐到爱心午餐里边。翻半天了啊，真是，我都没注意，我说这怎么为什么一直有这车翻？好，彭总祝你心系大卖啊！炸是什么意思？小齐，谢谢。有人说小齐刘海妹妹头超好看啊，他说有人说什么刘海妹妹头超好看。哦，对，跟我说呢，他就是提醒你一下，他们想看刘海跟妹妹头。今天妹妹不了，没办法，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妹妹头不了。不然的话，今天肯定没头。好了，谢谢彭总，彭总可以了。彭总，你翻这么多车，我也不太好意思。这个红包，哎，每次都抢不到的，手慢。哎，有人好像猜到了，为什么今天没头不了？我就看这车一直在翻，我就彭总了，真是陈萌萌。流量看我直播不心疼，我昨天也流量直播的，我有一，哎，我哪天呢也是流量直播的，反正我是每个月800兆流量，我一定是不够用的，一直在吵。不过没关系。给你们直播我还就不心疼，我又怼回来了。雨雨，我上班来看你一眼就走，上晚班，哎，其实加班最辛苦了。嗯，晚上别忘吃夜宵啊。对，800兆很少的，800兆，其实我想换成那个别的套餐了，但是一直有一个原因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懒得换。比较懒，有些事情比较勤快，这些事情就比较懒。哎呦，你们一个月都那么多，6G、7G、5.7G、5.7G 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还能出一个不是整数的呢？50，50什么？50兆吗？
啊，你们记不记得最开始有那个流量这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好像是几几年，我想那个时候还是大家还在偷菜，还在玩开心农场，还在偷菜，然后每天都赶紧去把这个菜收了，然后抢别人的菜。那手机刚可以用手机偷菜的时候，有多少人玩过那个开心农场偷菜？我照顾农场不太勤快，所以我基本上每次都偷的差不多。然后要不就是，没太发育好，我的开地我就觉得太贵了。然后说重点啊，重点是那个时候的流量其实很少的，那个时候会用手机看那种文字型直播的 NBA， 然后也会就文字型的偷菜。那时候用手机上偷菜的话还不可以一键收取，你就一个地一个地的点，而且都是文字没有图片。但那时候一个月流量真的就10兆10兆的那么办，用不了那么多，5块什么5块钱30兆啊还是什么，基本就够了。对，听首歌其实也挺舍不得的，那个时候刚有手机，不是，刚有智能机吧，开始。90后都偷过了，我觉得这个一般都是，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偷菜比较厉害。我记得我当时我爸我妈，每天早上啊，特别早起来去收自己菜，然后偷别人菜，发展的可好了，就后来种的那些植物啊，我都看不懂，就特别好看。然后，还有牧场吧，牧场能养各种，我看后来都能养什么麒麟啊、龙啊之类的东西。偷老师的，还敢偷老师的？老师菜你也敢偷？老师给你挂科，我告诉你。我近视300度、350度，然后还有50度的散光。哦，我这第一次爆吧。雨什么？蹲下来点儿。然后，哎，刚才说到哪儿啊？对，老师的菜你也敢偷？不怕老师给你挂科？当时老师菜都不太敢偷的。我们大学就有一个同学，我们班的，那是上什么课呢？好像就那个课就只有上学期有，叫什么来着？大致是讲就跟生活有关的吧。然后哎呀，大学的课堂嘛，大家都那种就而且是选修的，都不是特别认真的听。然后他一直在下边说话，然后就被老师就说了，说你能不能说，你怎么不上来说呢？然后他就上去教课了。然后别说，他说的还真挺好的，那节课他说的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我们就在下边鼓掌啊，当时老师在旁边那个脸都绿了。老师说这位同学讲的很不错，说大家需要就这种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同学，好，这位同学回去吧。然后等到期末的时候他就挂科了，我们都过了。所以说老师不要轻易得罪，我跟你说。开题报告都写不下去啊，要毕业了是吗？写开题报告。我们老师很牛的，好多老师都比较好玩。就是讲一讲，其实吧，有好多老师还是很好的，他们就是真的喜欢比较用心的孩子，就尤其是大学老师啊，我就举大学老师，就先不说高中老师，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，你会发现高中的老师那简直真的是还是对你很关爱的，很照顾的。那么大学呢，就是老师除了专业课老师啊，别的老师
就不会特别怎么去管你。所以当时计算机啊，我们有一个计算机课，计算机课大家说实话都不是特别的重视。稍等，大家都不是特别的重视，然后所以呢就偶尔会有一些什么大必修课选逃，选修课必逃的情况，然后后来就可能成绩不是很好，就预感了考试的成绩不会很好，然后就跟我就跟老师说，我说老师啊，能不能给个机会？老师说好，你在这做一天题，我就到时候让你过。然后我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老师说没有别的办法。然后我就真就在那计算机室我待了一天，一直在做题。但其实你做了一天题之后，你会发现所有的题基本都快做会了。然后老师说你这位同学还是很听话的嘛，还是很用功很努力很有上进心的嘛。然后考试的时候我凭借自己能力我就过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答的基本都对了，真的是基本都对了。可能出勤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，最后也给了我70多分。我觉得因为大学就好多人都是60分万岁，59分浪费，那个什么啊，60分万岁，61分浪费，都是这种言论嘛。最后打了70多分，然后我们宿舍基本上除了我好像还有一个过的，剩下都没过。哎，我还是不是挺有心机的。其实我当时叫他们去，他们谁让他们不去的。哼。好，我们今天是有主题的，我要说一下啊，就是我上面带的 tag 有写放肆一下。其实我们互动一下啊，我想问一下你们从小到大有没有比较放肆的事情，讲一下，就特别特别放肆的事情，你现在想起来觉得哎呦那时候怎么那么放肆。谁裸奔？真的真有裸奔啊？吵架算不算？吵架看跟谁吵是放肆。你要跟你的好朋友吵就是可能还好，那属于你们之间的有良好的友谊啊，这种吵吵更健康啊。那你跟我吵架你就是放肆。我离家出走，真的离家出走挺厉害的，我挺佩服的。我这不是教坏别人教坏人吗？还有什么追学弟，追学弟还挺放肆的，那么小就想过老牛吃嫩草。打男生这不算放肆啊，这也很厉害的，我觉得我支持你。因为哎呀，女生毕竟还是没有男生各方面力量啊强啊，能把男生打了证明你也是很厉害的大姐大。放肆去827啊，那这个可以叫做放肆了，真的。还有是什么爱上我的，爱上我是放肆吗？爱上我那个是理所应当的是吧，这是必然的吧，是不要脸的吧，是我不要脸的吧。进男厕所哦，你们真是什么都敢说呀。哎，我也是真是什么都敢念啊。一个人坐飞机去看你还真是，其实我觉得挺幸运的，有这么好的人来看我。以后大家不论要做什么放肆的事情呢，都是以自己自身安全啊什么的为基准。那我说一下我有什么放肆的事情。我这么一想感觉我好像一直都很放肆，好像没有什么不太放肆的事情，是不是小齐老师？别闹。别闹是什么？不过反对学跳舞。哦，其实我觉得我最放肆的事情可能在我人生中啊就影响最大的，就是我在高二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学表演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讲最放肆的事情，因为当时我妈妈是家里面的播音员主持人，她是特别想让我去学播音主持。
所以我当时想学表演啊，然后他跟我爸爸都不是很同意的，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很执拗的，他们没有说服我，然后我真的是，但最后他们还是很支持我的，虽然说有说，但是最后很支持我，带我来北京啊，带我去干嘛，找老师啊，然后来学表演啊。所以说今天能看到我，我觉得我妈妈还是我妈爸爸妈妈还是比较劳苦功高的，真的。对啊，哎，真的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你因为我的放肆，因为你们的放肆，所以说我们能相识、相知、相遇，还有好多香。哎，刚才我看谁发的？谢谢怼妈。哎，谁叫的？什么叫谢谢怼妈？哎，怼妈怼爸是吧？嗯，会带爸爸妈妈来首唱会吗？我可以跟他们说啊，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，我希望他们能去啊，大家一起。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家里人在一起啊。我的眼睛要把你吸进去了，我这么红的眼睛。哦，成片的都走了。好，你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唱歌。宇哥放肆一下，把睡袍拉开，那我可真的是有史以来最放肆的了啊！这个我还没有那么放肆。唱歌是吗？昨天说唱什么来着？嗯，我想想啊，昨天唱的《狂想》，对，哎，琪琪是开着音箱的吗？好吧，无所谓，试一下。黑夜如此漫长，角落闪烁迷茫，今晚和谁虚度时光，狂欢用一种假象，我们不都是这样，天堂是选择性遗忘，伪装换下你最沉重的悲伤，打开从未亮相的最灿烂最漂亮最华丽的姿态登场，让我们跟着音乐解放，你今天是谁那又怎样，只要我能召唤你，一瞬间一转眼一场游戏就爱上，爱是最狂的幻想。没事，先用狂想开开嗓嘛，因为一会儿还要唱歌，我刚才下午在睡觉来着，没关系，我衣服开了哦，真烦人。好了，把眼镜摘一会儿，不化妆了，离近点。眼睛有点红，大家凑合看一下。然后我现在可以拿着点手机的。啊，小兔子啊，像不像？因为红了全世界嘛，所以说连眼睛都红了。不过没事啊，不疼也不痒，就是稍微有点发炎，滴几天眼药水就好了。所以大家以后戴隐形眼镜啊，或者是平时用眼啊，一定要注意。没事的话就多滴一点那个叫氯霉素眼药水的东西，或者说去药店买一些消炎的眼药水。有时间就稍微滴一点，
这样的话对眼睛有帮助啊，省得到时候像我这样啊，这我现在是翻车的老司机啊，前车之鉴在这里啊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。眼睛水都出来了啊，有吗？不，这是皮肤太好了反光。什么叫眼睛水？嗓子舒服，我说了我刚睡醒嘛，刚睡醒起来的话我得开开嗓。唱什么？唱痒，试一下啊。来呀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欲望，来呀操作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，哈呀大大方方爱上爱的表象。我就会这些啊，红着眼睛唱痒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眼睛太痒了是吧？其实好多歌曲都很好玩，每个人唱的风格都不太一样。我觉得痒呢，哎，其实痒我听的好早了，我好多年前就听过那个痒，因为当时那个痒的 MV 是我们当时一个表演老师去演的，就在那个是黄龄在雪地里的一个 MV， 所以说当时好早就知道这歌。嗯，开门吧。鱼，你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。嗯，对啊，东北人在全世界都有，所以说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，而且东北话的传染力还是很强大的。就是它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啊？其实长时间说东北话有助于，我们的心情调节。为什么？因为东北话说起来比较有劲儿。有劲儿，明白吗？用心良苦，谁说想听用心良苦？张宇的那个吗？我试试啊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不行，学他太伤嗓子了。一人我饮酒醉，这一人我饮酒醉，其实就像那种很怎么说，电台 DJ 的感觉。我说我要唱出来就会比较有那种感觉。有些人唱可能是可爱的，但我唱就是要不要试一下？要试一下吗？就不要的话我就不试了。不是，有些人错断了吧？我说我要不要试一下一人我饮酒醉，还在那刷拖吧拖吧拖吧，干嘛呀？就会说这两个字是不是？试一下啊，怎么唱的了？我饮酒醉，什么？一人我饮酒醉，醉把的佳人成双对，两眼是独相随，只求他日能双归。是不是这种声音？对吧？很像啊。对，我都说了，就是唱那个我会很没包袱的。我室友叫，我没看清，就说安慰一下你室友。好啊，你室友怎么了？你室友不开心吗？那就安慰一下你的室友，没事，没有什么
过不去的坎儿，就填饱了肚子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喝口水啊。红尘情歌，哎，这我不唱。大宇，明天我生日看完好啊，祝你明天生日快乐。刘海砍桥，哎，看我这块了吗？这块为什么没有刘海了？因为他砍桥去了。哎，冷笑话是吧？刚才是我刚才看有人发什么，唱什么？哎嘿。